我这唐山锦时候啊，那是在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我的长篇小说《真诚》，这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为这本书啊，上面印着一行小字儿，那行小字儿印的是什么呢？我记得好像是那场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本不该出现几十万冤魂。好像这句话吧，在当时是比较唐山土话，就是比较扎眼的，啊，比较扎眼的。有很多人看了以后吧，也很不舒服。为什么叫冤魂呢？是吧？我就也许是这个，也许是长篇小说，就是在长篇小说的题目上面有一行这小字儿，就接到一个电话。这电话当时都讲呢，说的您是张建州先生，我是。他说："我买了一本你的《真诚》，我看见了一句话，就刚才我所讲的这句话。"他说："如果说您这样说的话，说咱们唐山大地震之前是有地质预报的。"我说："你为什么敢这么讲呢？"他说："我当然有根据。"我说："你要有根据的话，这根据是哪儿？"他说："唐山市啊，在唐山地震之前有个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地震办公室呢，有一个人叫姓杨，叫杨由琛，他当时是唐山地震办公室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官方机构。他说："你可以去采访他。67年，历史光就决定，调就是地震地质大队华北区队的华北三队，我们第三个分队华北的。"到唐山滦县一带开展地震地质工作。什么叫地震地质？简单一句话就是地震的空间预报。就通过地震地质工作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在我们这个大地上什么位置上是未来发生强震的危险区。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李时光感到地震形势很紧迫，因此他就给周恩来总理也建议，地震地质大队。军管，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时候，作为地震地质大队的工作来说，都在正常开展。从67年到70年，这3年时间，就是3年多时间吧，我们基本上踏遍了唐山、滦县、乾安、青龙这个范围的每一片土地。通过地质调查，我们写的这么一个报告，具体的内容就是说，就是唐山滦县地区存在哪些主要的活动性的断裂，就是这些活动性断裂的分布的情况。李时光提出来，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活动的话，那就是它就会波及北京、天津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区要是要活动的话，它的能量释放会很大的，活动时间会长的。现在预报点儿、地震预报测报点儿、土洋结合、中学里头、工厂里头、中学都有哪儿中学八中、十中、二中，啊？啊，工厂呢？工厂呢就是厂矿的，自来水公司、电厂。钢厂和埋沟矿、赵庄矿、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碾庄、英固庄，这都去过，这都是自己亲自跑看现场看。11月的时候呢，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就是1972年地震中期预测科研工作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呢，我是根据资料讲呢，就1972年华北和渤海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干旱，这种干旱的面积因为很大，113万这样的平方公里的面积，预示着要发生
两组七级和一组八级地震的含区面积。这个地震规模在辽宁、河北、山西和内蒙，总之是很大的地震，要很好的要抓住它。1974年的5月上旬，就是华北北部地区呢，还出现了干湿失调和暖冬永春的气象异常的那些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在5月31号那个提交了有关的报告，因为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之后，那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一两年里边，就面临着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危险。如果这个地震正在这个1975年到1976年，很可能达到7.5到8级地震。1974年的这个6月的这个7号到9号，召开了一个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的报告，一个紧急的会商会。最后这会商会上期间的话呢，当时的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勋同志又在百忙当中呢，那个亲自听了我的一个汇报。60号文件还指导了唐山大地震中期预测，那就是包括青仍县预防的时候，冉广琦他的上方宝剑就是国家60号文件，包括在这个唐滦煤矿采取很多抗震措施，所以这个井下的10000多名矿能够安全的返回地面，都是和这个贯彻这个文件加强了防震抗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的。最最主要的争论是在海森地震后。海森地震前，整个地震局专家思想都比较统一，因为周总理在那作证，有一个69号文认为最近华北地区有情况，围绕着渤海张京津唐伯藏渤海及其渤海北部，那么我们就等地震，等到了一个海森地震，大家都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这个等于预报对了。海森地震以后继续坚持还这个地方还有地震，还是认为地震基本上已经完了。华北地震在大概3000年历史上2次地震挨得很近，时间也很近，地区上很近，连续发生都没有过。因此呢，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一次地震发生以后啊，它周围地区近期最近的10年8年就不会有什么地震。因此从这样一种能量观点呢，就把唐山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危险性呢排除了。海城地震之后，地震界的争议呢也还是很大的，就是说海城地震已经震了7.3级地震了，那么华北北部首都圈还有没有那个强震。我是根据汉地关系研究呢，就再次强调了，就是还有2个特旱区，一个在唐山，一个在石家庄太原新县。因为邢台已经在65年旱以后66年震过大地震了，所以唐山那个特旱区呢显然是更重要一些。75年2月，那么在我向白介夫同志和黄总同志汇报了我的意见之后，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很重视，就派个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来采访我，把我的观点呢形成了一个国内动态清样，也就是内参报告给中央。这样的话呢，就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所以周荣勋同志就把这个报告批给了胡克石，胡克石批给了梅世荣，让他研究我的观点。
后来我听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梅顺为此发个脾气，说我胡闹，给他捅娄子。1975年5月9日，在前门饭店召开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时候，我本来和张国民一起呢，都是北京市地震队的代表，但是我去报道的时候呢，北京市地震队队长任来印，当时在场的还有张国民，也有这个北京市地办的主任傅瑞峰。任来印队长跟我说呢，说你要做个检讨，为什么？因为你又报个大地震，地震队很恼火，他们让你写个检讨。我说老任，那是内参，国家动态清样，是通过白介夫和黄作珍来安排来找的我，我向中央来反映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这样我就愤然离开了会场。结果下午的时候，当时呢，国务院副总理就是华国锋、王震、古木、孙健，就到前门饭店呢，来这个接见这个参加这个第三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代表，而且呢，华国锋副总理他做一个讲话，在讲话的时候，华国锋提到了那个内参，华国锋讲完之后呢，就要我让我站出来，他要见见我。这时候呢，北京队的领导就很慌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这时候，胡克石同志就说是耿，我的名字没说清楚，查志远呢就说是耿庆国同志搞的，他是我们的代表。但是我又没有在，比登队说我出去办事了，然后慌慌忙忙的把我请回来。日来印队长跟我说不用你检讨了，副总理表扬你了。我说老师本来我就没有错。当然之前这个一些异常啊，拿这个我说那个磁边角来讲，就从75年的9月份就开始出现异常了，这时间挺长了，这水洞也差不多也大约都是从75年的9月份开始出现异常。这个就是那个上边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土应力变化曲线，这个是那个水洞变化曲线，这个是那个磁片角地磁的变化曲线，异常出现时间呢，你看拿这个这个地应力来讲是75年的7月就开始出现异常了，是吧？出现异常，这个水洞是75年的8月逐渐上来了，是吧？这个磁片角呢是75年的9月。有的朝前，有的朝后点儿。您说的这个是唐山震力，这是唐山震力。1975年7月到76年12月，唐山地震在这儿了，这不是？728，唐山地震。啊，728唐山地震。地震前，你看看，一直推到哪儿去？推到75年7月。这个前一年的资料都有了。前一年的资料。哎，你看看。啊，土地电、磁偏角、水电导。哎，对，咱们这个图就是从这块儿开始，76年的2月，哎，这都有了，从这儿开始，从这儿都有了啊。75年的11月份就开始异常了，到这儿270天，273的异常期，这画的这个都是异常期。因为那阵儿我们是，每3天，
向地震向地区地震队跟县地震办公室，县地震办公室是一天一报，那阵给地区地震队是三天一报，最早是电话，后来就是那个写的数据，然后通过那个电话给报过去，有时候集中呢就是邮过去。从1975年12月份开始，具体时间呢就是12月23号，就出现了这种比较规律性的变化。从12月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10号，就开始转折了。这时候就这种规律性变化就没了，就变成比较这个平稳的上升。就是从12月23号到4月10号这一段时间，一共是109天。我们在75年底向国家地震局写了一个年度预测意见，在这个年度趋势意见里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乐亭、锦州、奥汉旗这个范围要发生大于6级的地震。乐亭是唐山地区一个县，我们画的这个范围的三角形的中心离唐山距离是200公里，就是根据我们的震级经验公式计算，这个地震可能达到7.3振幅0.5，就是认为是76年在华北地区，我们说这个位置可能发生就是大于6级的地震。为了配合大大震，因为知道唐山这一块有情况嘛，就是东巡到以后，这个76年光上半年，光唐山地区测报点就大发展，骨干点有60个，增加到85个，一般点有468个，增加到508个，此外还设有观测哨，一共5552。围绕着76年的首都圈的震情，今天唐山地区震情，那么我是因为坚持了1972年大旱之后，1974年、1975年又连旱，这样的话呢，继续坚持有大震的观点。所以说，在年初的会商会上，包括旱震关系在内的，也包括其他手段前兆的方法，给出的判定就是唐山。今天唐部长给我们，唐山是最危险的，这个判定是对的。东西之争当时争取就是争论的焦点在于，一个是传统的能量的一种积累统计，第二种是根据我们实际观测资料。当时我从这个角度上来，我支持汉震的一些预报，支持汉震的预报，认为非常证明海参地震以后下一次地震就在唐山岚县这一带。当时我组织全体下去，因为我认为是唐山岚县这一带在投降岚县大江，我像扫荡似的，就挖地3次给我找有没有情况。3次我们组织人在那地方做调查研究，看看地震前
这可能地震局历史上是头一个，就是锁定未来的地震震中，反复地做调研的。儿童小组的成立啊，是73年5月份开始，是地震办呢，下来人找领导，找我们校领导。设备的话呢，有土地电，有低应力，还有磁偏角，都是这个不是同时难的，都是先后。最早是地电，都是土地电，然后就是说磁偏角啊，是低应力啊，地倾斜啊，就逐渐的难起来了。从这看是唐山的，是从4月25号左右开始出现这个很明显的异常了。啊，对对对。后来的话，就觉得好像情况有点不太妙了。当时在松潘呐，在云南的某些地方呢，闹地震闹挺厉害的，于是大家注意力全在那边，不但注意力在那边，而且把这个唐山地区的一些监测人员调到那边去，骨干技术流动队调到那边去支援西部，那等于这个防线呢放松了。那我当时这个防线的负责人就相当司令员吧。那么在我的队伍底下调人抽出去到那边去，而我自己呢觉得这个地方现在危险性不但海森地震以后没有减弱，而且增加了。79年5月的由梅世荣主持开了一个无震的一个会，就是把首都圈的震情降得很低，所以我是很着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69号文天到底我们继续还做，还按照这个来执行，还是咱们就到此为止？有些人说是，这个汶川地那个海森地震都发生了，咱们建好就收，咱们也立了功了，所以这就算了，好聚好散，咱们就把这事就解决了。可是有一批人认为现在问题还很严重啊，这69号文件正好是鼓励大家要加强地震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央精神，所以呢不能变。所以最后争了半天呢，我后来回来以后呢，我就跟老梅也一直讨论过，所以我后来我就在76年组织了一系列报告，是我主动找的，所有的部委、经委、纪委、北京军区总参全都做了一篇报告，就是宣传69号文虽然到期了，可是不能停，目前形势很严重。老梅的那个会呢我没参加，老梅大概召个会也是研究下现在赫林格尔地震以后整个华北形势，因为他这会议完了以后他就到西部去了，他认为西部是主要的一个抓子，就是大鱼在那边，他就撒网撒在那边了，所以他的会呢基本上调子不是太高。山东济南呢开个会儿，但是预报的几月份？5月份。是由哪儿组织的？由国家地震局，我根据我的主要是水东点儿意识到的有大地震，我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那您的心里边当时着急吗？可不着急，我回来就想落实，再进一步加紧落实，回来正好让我上干校，这不是。但是回来以后没有落实，那就走了，我就调走了。我说还有事，任务都要落实呢，那不要管了，不要你管了。谁找您谈话说的？你就是让你上干校。代理书记李世信。最早那是6月份开始就预报这个地震，那是在县里的地震会上，就报呢，就说在我去附近，可能有大于5级的，地震发生，在这个7月中下旬嘛。
我是在五项指标突破之后7月5号6号到的唐山，然后7号8号到的天津，9号到的廊坊，都到气象台去搜集短年的五项指标的资料，然后10号回到北京。这样11号呢我就开始着急了，因为我差低压突破。这土星历到76年的5月降到最低了，完了这又出现个小异常。这个水冬，我不说这是75年这个8月份，那时候才50左右个埃曼，开始升到76年的4月初的时候啊，到多少89.1，我记得特明显，人家增加多少，是吧？从50埃曼增加到89.1，增加这么些。这个大异常不小，这也都是差不多，它这是五月又上去了，这是5月下来了。这个地磁是75年9月10号开始出现异常，到76年3月10号的时候到最高点，异常3.5分啊，这就是震前中间这么三条曲线，这是76年的7月7号。根据咱们资料分析，咱们往上报了这个4份预报意见，一份是报给这个河北省地震局，一份报给天津市地震局，一份报给唐山地区地震队，那是个专业队，再一份就报的咱们青岛市地震办。这个就是每3天给上边报一次数，不是吗？每3天报一次数，就在报数的过程当中，咱把咱情况写在下边。我这预报意见不是吗？磁偏角从5月12日以来连续渐变异常至今，若回浮后很可能有震发生，用2倍法推算发震时间为8月17号26号28号，虽然用2倍法推算7月份没有发震日期，但根据日均值曲线回浮后发震的特点，我们建议7月中下旬应提高警惕，发震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地区及其沿岸陆地。若7月中下旬发震，震级为6级左右；若8月中下旬发震，震级大于6级。7月14号一上班呢，当时刑警孟呢就跟张国民说，由他负责联系跟地震局的汇报，因为要把震情跟地震局去汇报。这样张国民就打电话呢，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经理组长汪成明，跟他讲呢，我们已经北京已经出现了7大异常，已经向白杰副总昨天晚上汇报了，根据这个。北京科技党委的领导的意见，要向地震局赶快要汇报震情，请他们安排。这样汪成民呢就把张国民的电话记录呢就请示了在北京的分析预报室的领导，梅世荣是负责华北震情的。这样他就给梅世荣看了以后，还给胡花果、周瑞这些人都看了之后，然后汪成民又回电话给张国民，就要求给他1周的时间，给地震局分析预报室1周的时间，让他们到唐山天津那里去看一下那里的情况，然后再来听北京队的这个震情汇报，把时间从7月14号推了1周，推到7月21号。那么7月14号早上一上班呢，任来印这刑警孟就跟我说呢，说你负责起草一个内部的简报，就把当前经区的震情、你们的判定、你们的这个要内部通报一下，这样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意见。最后意见还经过张国民，他最后也要经过他来最后定的稿。那么在这个文件里边，我是讲到呢，在当前的这个地震形势下面，按照科技党委的指示，就是我对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用临阵的姿态，就密切注视当前经区的震情的发展和变化。
像这样紧急动员临阵姿态，在我们过去的简报里是没有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种办法让大家紧急动员狠抓临阵。简报写好以后呢，本来是我们北京地震队内部的简报，后来刑警们觉得这个简报应当立即上报给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也要上报给国家地震局，这样就扩大了这个发行的范围，马上就送给了国家地震局和北京市这个科技局，同时给了北京队的所有的台站和北京市地震办公室所有的区县同时通知了。国家地震局在这个唐山开的，叫这会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京津唐伯章地区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呢是河北的这个地震工作重点县的地震办公室都去都参加。这么着，我就参加了这次会。13号的晚上到的唐山，14号到那都正式参加这个会。这会内容比较多。有介绍经验的，还有参观地震宏观点的，有微观点的，把这个唐山的8中2中，还有这个有几个地震观测点，都是人家当时搞的都挺不错的，这些观测点我们都看了好几个。会议的其中有一个内容啊，是到群测点，到他没到专业点咱们也不知道，是吧？到群测点来这个参观一下。参观的话呢，我们都做了准备，分成三个组，一个是分析组，还有一个是仪器的，仪器，还有一个什么组？你在哪条的？我就在里面那个项目里面。那个哪儿？地电那个天冷在四边角那儿。对对对。我是在那个分析那块儿。在这之前，我们都准备了资料发放给代表。另外在那个为了讲解清楚，在那个实验室，我们那实验室跟咱们教室平常教室三个教室那么大的，在那墙上都悬挂起来，也向代表说明。在那个上头，我都向那个与会的那个代表们都说，我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吧，7月底8月初要在唐山附近要有一个大震。他们又上我们这参观了，没情况也给你们介绍。接了以后，当时我这图纸啊，我特别那会议室啊，我都给你摆都挂上了，都被这个图纸拿着反映啥情况都给介绍。我说是书院处理的，他们说了。在7月14号的时候，我们就正式上国家地震局。预报了就是7月22号前后，8月5号前后，在宝坻、乐亭，这个范围和它以东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为什么我们在唐山地区年度预测是大于6级，临阵的时候报成5级左右呢？这个主要是。4月6号在内蒙和宁格尔发生了个6.3级，这个干扰了我们的分析。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了。当时华国锋提出来对地震系统提要求，在对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地震要24小时之前把它报出来。地震局就跟我们都说了，就是凡是要报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的地震，谁报了以后，我们直接把你的意见上报国务院。说这给我们搞分析预测人就很大的压力。说一般报京津地区的都不沾5，就是4.5啊这些就行了。说我们。报就是唐山这块要有5级，也是硬到头皮，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性很大。地上级是从75年的11月一直到这边呢，到7月中，
到的七月中旬。哎，这段都应该特别注意了，要从那搞地阴林的工作者，这段都是临阵阶段了。啊，到了七月份的临阵阶段。啊，说明井下的岩石受压，它才这样。然后呢，破碎了下来了，这就要释放了，要从那个地阴林的角度，这段都是临阵阶段，都应该特别注意。七月十六号呢，就是各种手段吧，包括地阴历、地磁、土地电，都有一些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做了很大思想斗争吧，最后才决定了写书面的预报意见。因为当时为了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呢，还加盖了学生公章。那这一式两份呢，报了地区一份，就地区地震队，还有一份就是县地震办公室。因为有长趋势的异常背景，很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预报在七月二十三号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白天呢是开的是大会，晚上吃完晚饭就通知啊，说是晚上，国家地震局的分析预报中心的王崇林，主任，要是讲讲震情，当前震情，就是要求哪，要有感兴趣也罢，或是啥的吧，哪就听听去，在奶酪的小会议室。当时主持会一个查主任，一个叫王淑华，他们两个主持会都没同意我在会上发言，他都安排满了。完了，我说怎么办呢？那就写个条，那个会务组出一个布告。晚上，汪成林有一个座谈会，愿意感兴趣人参加。会务组出一个条，贴在那个走廊上，所以没多少人知道，有些人有事也走了。所以来人不很多。那天晚上啊，参加这座谈会的，也就是，哎呀，有五六十人吧。对于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小型的座谈会吧，属于这个临时加的这么一个会，就是王成民刚从下午从北京来的，到这儿了，要根据当前的这个地震的这个形势。要给大家把这个震情跟大家介绍讲讲。我们当时领导叫周瑞，他不让我去。我后来我说我要发那个统计表格，要征求大伙的意见，我去了解了解情况。他说你去了好几次了，后来我说这个机会是很多人在嘛，不需要我一个个找，全都各房子一串全找着。所以他说小黄南去的时候不能光谈自个意见，要大家意见都谈谈。所以我那谈的会上呢，各种意见都谈了谈。王成民呢一共讲了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讲一下这个国际地震的这个形势，这是从主要方面，详细的我都不用再说了。再一个第二个方面就讲讲国内的地震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对国内这个呢发展趋势呢，它主要讲了就是说是，在这个京津唐地区，有可能发生这个比较大的这么个地震，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考虑到然后这个整个京津唐地区吧，这个地震的活动，还有这个测破点观测的异常，有一个这个预报意见。就是在这个京津唐地区啊，可能发生五级左右的地震，这是整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就是说是七月二十二到八月五号。那么我谈我自己意见，你怎么认为？说认为最近有情况。那么我最近情况呢，我等于耍了个滑头，当时呢已经是七月底了，七月十七八十八了，已经是下半年了，所以我认为呢，这也是。二十五号到八五号
应该有一个五级左右地震，可是五级左右是像打了埋伏是很小的地震，那么下半年有更大的地震，下半年实际上现在已经下半年了，所以我等于两句话，两句话互相有点矛盾。当时我有意的这么说的，我下半年可以，就意思五级组打头后头可能还有更大，请问大家注点意。我这按照他说的，我把这几点都记下来了，说的哪一块都有异常啊，唐山的附近测报点，还有这个三河地震队，还有哪块的水东，还有哪这是我当时我没记那么多，然后我寻思这回刚这个接触地震工作时间不长，我寻思回去再跟这个老管地震的再沟通沟通，回头再跟领导汇报呗，然后这参加会来了，然后干啥来了，一个是所谓的经验交流会，也是一个学习会，但是听到这个汪成民这一讲呢，自己感觉然后是这个这种情况回去应该早点汇报。19号散的会，散完会呀，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太到唐山呢跟青龙这是两个地区，这个交通啊然后不那么推方便，然后我坐车坐由唐山坐火车绕到北京，坐到兴隆，由兴隆坐班车又返回的青龙。7月21号早上9点，我就沉不住气了，为什么呢？因为都9点了，按照汪成民当时的约定，一周过去了，应当7月21号早上9点就能有动静，就是说我们到他们那给他们汇报嘛。这样的话，我就去到张国民办公室跟张国民讲，他是我的组长，我跟张国民说，国民现在可是关键时刻，要头脑清醒，因为我就是等低压突破，低压突破以后就是，那就是临阵了。我根据汉震背景，根据我这个五项指标这么大的异常，那肯定是个七级大地震的一个麻烦，所以现在要备案备清楚，你不要找汪成民，他跟我一样是你们下面一个小组长，你找你的顶头上司梅世荣，因为他是负责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分析报是副主任，跟他说放下电话就向他汇报去，马上就向他汇报，不能再拖了，因为昨天老白也来催我们嘛，就白杰副总在催这件事，这样的话呢，张国民接受我的建议了，马上到我们的值班室打电话给梅世荣，这是7月21号早晨9点的事情。张国民他是很平和的人，不像我有的时候很激动，这个讲话也很急，因为当时电话都是扩音的，大家都能听得到，屋子里都能听到。张国民用非常平和的声音就说我是张国民，今天都21号了，现在都9点了，按照汪成民同志一周前的约定呢，应当向你们来汇报震情了，是不是？我们放下电话就去，就跟你去汇报震情。就听那边梅世荣说，阻止说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来，我不了解情况，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这样，过了一会儿，梅世荣又给说7月26号。又推了5天，又定了一个日期7月26号，两家会商。又推了5天，这样我们北京地震队通过白杰夫市委的领导，向地震局来安排短临的这种震情的这种会，就是汇报和会商的要求，从7月14号推到7月21号。7月21号，由张国民出面向梅松直接打电话，要求立即向他汇报。他又托他忙，他不了解情况，要等汪成民同志回来再谈。最后，他又定到7月26号，又推到7月26号。21号下午到回来的，回来以后到家呀，跟我们这个当时的科委主任，他呢一找他说是上平泉开会去了。也找到这个主任，县委办公室的马刚主任，找到他，哦，他说，汇报的话，你要是那啥，你就回去你们俩准备，把这个你需要汇报这些东西详细的写下来，汇报材料啊，
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1974年国务院有一个文件，说京津唐地区有可能发生6级左右的强震，我记得在我印象好像是6级左右的强震的，然后意思这是一个比据，一两年内，现在正是76年，有可能，这是一个信息，这是一方面内容。另一方内容呢，就由唐山回来开会听到这些内容，也就是这个王成民讲的，也是国内的形势。再一个就是，有预报的，三河地震率有预报，近期有地震。再一个呢，就是唐山附近的地震观测点呢，大部分都出现了异常现象，这是第二方面内容。第三个呢，又根据我们县里掌握的，我们县这个测报点掌握的有几个测报点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异常现象，哎，通过这三个，然后列出单子来了，然后等着向领导汇报。不达之望是这样，没办法了，因为这些情况越来越多，很多人给我提资料，很多人给我呼吁，老梅呢，他是意见跟我不一致，他自己人也到西部去了，这个局长呢，基本上当时也不怎么抓工作，就是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搞抓革命，主要那个党委书记的那个。靠边站了，那个局长姓刘云勇，胡克石是我们主要的支持者，现在在靠边，这样话找谁都不应，就像手上捏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扔也扔不掉，一旦出事了我的负责，我又不是，我是个年轻人，也不是担当多大重要的任务，必须让领导指导的是决策。所以我过去从来没写过大字报，也没贴过大字报，当时冒风险，就是地区上局长命令贴个大字报。大字报，因为我不太把那个用那个激烈的语言，我就把现在情况把它抄一遍，贴在那，叫领导注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也是很轰动的一张大字报，也是无奈，没有办法了。没办法，就在这事一旦出事的话，我成了首当其冲了。必须让别人知道，就是我的态度，我对这问题是很着急的，让领导抓，假如领导能够真正认真来抓的话，说不定还有什么挽救的余地。22号我们准备了一天，从中呢又找领导，马这个常委是县委办主任马刚的，然后是他又找的书记当时很忙，因为啥呢，当时我们县正开这个全县的3级干部会，800多人在县里准备开会，所以说书记也很忙，然后说是这么着，他找到书记以后，说是那么着有阵情，当时啊这个县委书记冉广奇很干脆，说是要是有阵情的话，光一个人听会就直接面对面汇报，光一个常委听不行，必须在家的常委都参加。23号啊，第七地震队呢来人了，来两个人，一个呢是专门搞地磁的，一个呢是专门搞地电的。开始到这儿来，他们就还有点抱怀疑的态度。当时我领他看了看那个我们观测条件，这个那个电机埋设磁偏角仪器设备，另外把我们那个图纸，根据图纸跟他就是拿出我们的预报意见，他都看。当时有个计算公式，叫做3.5倍的 log t 加减0.5，这个 t 呢就是那个异常时间。也就是说你异常时间越长，那个震级呢越大，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呢，那个109天的异常时间
算出来的，就是地震的震级呢，要是减0.5是6.7，加上0.5就是7.7。所以当这个呢，都给这两个同志呢都说了。后来这两个同志说，就是开始就是，认为就是，就不是抱完全的那种怀疑态度了。因为当时他们走的时候啊，我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跟那个我们那个领导汇报，以后有什么情况呢，咱们再联系。上边要专业人员要来下边落实这个异常，上咱们这儿来的就是这个唐山地区地震队那队长刘占武，来这儿的，来这儿，他看了看咱们这个图，特别是磁片角，他认为这个事是确实存在异常，所以就说应该得好好进一步观测一下。这期间我正好没在家，上石家庄省地震局去开一个地磁会，在家有一个替我的一个老师，我回来以后，那老师跟我说这情况，说这个上面来人，让咱们再好好观测观测，完了再报一报。一个是山海关一中的吕兴阳老师，他是用地磁的方法，还有一个乐亭红卫中学那个侯世军老师，他用土地电的这个那啥报呢。是他们当时把这个报，他们都报给谁了？报给我们了。确实报给你们了。确实报给我们了。咱们有记录可查啊。记录是没有了，现在这么多年地震都确实报你们这儿了。而且我呢在组里头组织了这个同志们进行这个那啥对啥不是那些落实当时上那个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的是那个石运璇和宋宝田这两个同志，我和这个曹玉明呢落实的是秦皇岛。回来以后我们就进行讨论土办法，就说认为它的科学可靠性啊差一点，而且老井红的东西那个是那个用二倍法，那这种土地电的这种变化二倍法有没有那个那啥，所以当时就有点疑惑。对那个吕那个山海关一中报的这个意见呢，我们回来讨论一下，觉得土磁片角的变化应该反映地磁场的一个变化，但是他报的这个太明确了，而且震级这么高都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在跟地区地震办公室汇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两个单位两个点啊测报点报的这个那个应该首先肯定的是他们这种大胆的预报，这种那个尝试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个就是说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现在都是摸索阶段，还不能说人家完全不对。但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还得需要注意再进一步观察。我的五项指标最后等的低压突破是7月23号，9.119毫巴。那么这个低压突破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这就是根据过去的证据，指标这么大，那肯定是个7级以上的地震。7月24号晚上，我回到谷歌我的这个老父母那儿去，跟他们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打个招呼啊，我说我这个掌握的低压突破了呢，可能在29号以前要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那么我工作可能很忙，可能就不见得能回家，但你们别找我，你们听招呼，怎么通知你们怎么听。如果要是
来不及通知，地震真来了，我说你们呢就盖着被子在床上啊，你也不能跑了，都七十多岁了，就七八十岁的老人，那就是裹着被子晃吧。7月24号、25号，烙铁那地方正好下大雨，雨特别大，是，反正就沟满壕平，我们原来那个观测井啊，还得用绳子搭，就是现在呢，坐在那个井沿上，那腿就可以伸到那个井里头洗脚，就那，就水位上升特别快，一共是6道地垫，其中3道都发生突跳。就那表针儿啊，都折了，都打折了，所以说明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那种，就是突然的幅度上升，就叫突跳，出现了突跳。我见这种情况呢，我24号，我在我教的那2个班上，我就结合那个地震知识的介绍，也谈了我的那个预报意见，就是那个可能有比较大的地震发生。在这讲的目的呢，就是一个要引起学生注意，更重要的是想让学生回去呢收集一些个宏观异常。24号的晚上8点半，在县委小会议室，听的汇报。当时我就把那着上述这三个，拉这三方面的这个，意见都如实的向这个常委们汇报的，最后讲的意见是于深讲的，于深讲的就是讲了几点，一个是，要密，让我们呢管地震的，就是那阵是科委，要密切注视震情的这个发展趋势，和这个周边地区加强联系，有情况及时汇报，这是一个方面问题。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对全县各测报点，就是建立这个紧密的联系，下去深入到各个点了解情况，搜集相关论的这个异常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就是，那么24小时值班，让我们当时我们科那个科委啊，一共是5个人。然后就是那他们昼夜值班，不能离人，有情况及时通气汇报。当时我不开班，他穿线不能动啊，是吧？那时候啊，俺们是仨书记，县委书记就3个，我那个张平义，还有一个副书记张树枝，先议论。议论问题呢，主要是3个，一个就是发布了震情。如果不震怎么样？第二个呢，当前正在批灯的高潮，那咱们一闹这个是不是会扭转大方向？这个最清楚不清楚，因为这个地震要发布预报，县里没这个权利，只能请示省。我这个地震呢，要按书上说，全世界并未过关。再说呢，我是现在咱们正式府的，天气很热，现在让他们出来睡觉，谁也动不着。我至于说是这个批灯，我这个咱们不能停。你中央叫批灯，咱们就批灯。那不是批灯，可是啊，五你批和远你批有啥区别？闹地震呢，咱们出去了，出去上远你批，这个情势。我说你王成清，你王成敏，你发布了预报，你说了7月下旬有5级左右的地震，他没说7至8级啊，没说那个那么大呀。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有7至8级大地震，你7月下旬，咱们今儿个研究7月24，这不就7月下旬吗？咱们要是现在再去的时候去警示，咱们情势地位这正乱着，你不是？谁管这个眼罩生意？半年也批不下来。我说到了这个时候，咱就拍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哎，咱们就干，发布预报，就这么干，出了问题我负责。打不了摘乌纱帽，那我又不在乎，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鸟碟子。到这时候你就想这个，你想先想人民，你别想个人得失。那我刚才跟说，无私才能无为，我考虑的是47万人。25号，然后领导吧，就是采取的措施，就是当时啊是哪个乡都有几十人在这开会，当时这领导这个决策就是一个乡回去2个人，派下之前在会上讲的，谁也不许回家，那这交通都不怎么推，这个不怎么方便，到下边各乡各村的，然后回去以后说要求26号晚上必须到达岗位。就是这回去这个必须到达乡，26号这天晚上必须把这个乡里的广播喇叭必须开通，把这些连防汛带防震，把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传达下去，到村到户。7月2号早晨，我在西宾馆5单元我们地震队的那个办公的地方，我就迎接他们，来了一个面包车，15个人，由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的组长汪成民带队，还有就是崔德海前副业，这个一行15人，没有头，刘勇局长没来，查志远作为副局长，地震队负责人也没有来，连主管华北地震的梅世荣副主任也没有来。北京队已经3次呼吁，几次推后时间。当时梅世荣已经从四川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因为他是我的上司啊，所以他们既要求梅世荣表态，老梅呢答应去参加会，开始是说小汪现在在唐山调查，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再开会，就拖了好几天。后来我从唐山回来以后呢，北京队就说我们一块讨论讨论现在形势，因为北京的呼吁认为有一个情况。临走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找老梅，我们一个大轿车停在他们家门口，正好沿了山里河。他临时他说身体不太舒服，事儿也太多，不去了。后来我说你不去不行，你这发表个意见，我去又怎么应付人家？等你等了好些天了。老梅说不行了，我正忙，这事儿太多。这样的话，见到汪成民，我就跟汪成民讲了，我现在低压突破了，是临阵。到底你们掌握多少情况，现在可是非常关键的时候。汪成民倒是很认真地听我讲这个意见。最后呢，会上我就把这个意见传达了，我说老梅身体不好，最近有事儿，不来他就留下这句话，就四川先闹得不行了，这个北京地区一定要注意，不能像四川那样，假如这样乱起来的话，我们就很被动了。那么既然领导有这个指示，当时会上虽然调子比较高，还都说，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再分析分析吧。7月26号，从早上8点钟，都到晚上5点钟，会上了整整一天，在北京地震队的这个会议室，实际上是食堂，那间房子里会上。这是我们北京队1970年组队，到1979年划又输给到国家地震分析网中心，我们存在9年当中，唯一的一次。北京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会商北京震情，就那么一次，在北京地震队唐山地震前2天，1976年7月26号。大家可以想，如果没有情况，为什么我要搞这个会商？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汪成民同志就说呢，北京队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紧急也很重要，我们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同时他又传达了梅世荣同志的意见，他说据梅世荣同志讲呢，四川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所以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一定要慎重，就传达了这个意见。这样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说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了，最后就由他们来最后做决断。那阵没电视呗，说广播，
是一天两三次广播地震知识，都是地震来了怎么办呢，还有一些相关的知识，各公社的那都采取啥方式都有了，有的是高喇叭，这那这跟家家户户都那个小喇叭不是，然后在喇叭里喊，就是说大伙注意，最近可能有要发生地震，大伙注意防震。再一个呢，结合这个还有这个有水库的地方，然后现在那阵一天天天下雨那阵，说是另外一个做好防汛，然后各大队呀、各啥的都有民兵值班，然后这个重点水库啊、重点的这部位，然后有巡逻的。像这个别的偏比较偏僻那个村不知道，然后上大部分都知道近期有地震。像县街这块小学基本上是震前都搬出去了，还有这个俺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百货，震前也先一天也就是在外头有个流动的这么盖那么一个东西在外头收获。我们办公室那是原来是在这个一个房子，在外头也临时搭那么一个棚子，搭那么棚子呢，白天喽，这个值班晚上都不上屋里，这些都在外头。这县里采取的措施比较果断，然后都说是怎么着，也不能这么眯着，也得上大伙有个说法。就是讲了一下现在形势，现在收到多少家的预报，我们到唐山去调查的结果，我们唐山为什么我去开会我发表了什么意见，都做的解释，都做汇报，最后呢让领导拍板，说这么大事我自己拍不了板，我自己有倾向性认识，认为最近情况比较严重，可是呢怎么采取措施，这个是领导的说话。结果呢领导还是没拍板，就拍板说你再去调查一次，我说去了三回了，那他再去一回。到7月27号傍晚的时候呢，我到东大桥我岳母家去吃饭，看看我的儿子，我儿子的大舅啊，就跟我说他姐夫大衣的这个衣服上怎么爬满个蚂蚁，衣服上全是蚂蚁，这样我就跑出去看是什么，怎么挂在衣服上有蚂蚁，结果发现是两棵树上拴着铁丝，在铁丝上让那小孩又爬满了蚂蚁，蚂蚁在地下要爬在树上，从树上走铁丝，然后再分布在小孩的衣服上，每件衣服都有几十只蚂蚁。我觉得蚂蚁也是经过万里长征啊，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临阵了，所以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是那就是地震就在眼前了，真的是这样的。我在三里河的那个派出所接了个电话，还不能大声讲，就是给我们值班室讲，结果接电话的那个同志呢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派出所这儿，他说你可得注意啊，别制造别嚷嚷这个，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今天下午国家地震局京津唐张协组办公室的一个 女同志就打电话骂张国民，说你们怎么搞的，在北京到处制造临阵气氛，有人说北京有地震吗，我说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他怕我在，我也本来想让他们提醒他们注意的，他们变成是不让我多说，呵呵，就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是干着急的，就是叫天天不应。
到台湾厅以后，我进去一看呢，当时就是有地震局的是，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荣副主任。梅世荣呢正在汇报到最后，他说呢就是，唐山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这种地震呢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预防的。我就听到他最后这几句话。完了以后呢，华国锋就跟我说，华阳林同志，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你们的预测意见。我就把这个预测报告待会儿给你们看，就是这份报告就摊在桌子上，原文的给他们念了一遍。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有季登奎，有江青，有吴德，他们四个人。念完之后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个意见呢，虽然时间上、地点上都基本是对的，但震级上偏低，因此呢，还是没有引起领导上足够的重视，所以说没有达到就是预防的效果。作为一个搞地震预测的科技人员来说，我觉得心里很难过，就说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对不起党和人民，就说了这些话。完了以后呢，华国锋就说呢，你们不要有任何包袱，就是党和国家不怪罪你们，你们回去以后呢，继续做好就是，余震的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没报出来也就算了，大家也没有这个接受再去总结他的事儿。要是真的一报出来，有好多话要说，那太沉重，太恐怖了，干的事太多了。今后所有重大事件都必须在唐山开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呢，国家地震局有一次非常会上会还在唐山开呢。对，每年国家地震局都有一次全国会上会。全国会上会，现在全国会上会完了以后，河北省你也接着要开一个会，开一个会上会，贯彻国家地震局的会上会的精神啊，或者我们省内的震情趋势分析啊。这一年，我们就是在唐山开。一般是哪里？为什么在唐山开呢？不就是因为唐山有情况吗？唐山是重点监测区吗？唐山有预报意见五到六级吗？从唐山地震来看，肯定应该是能预报，因为不是一个点儿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不说是阳的土的都有反应，而且反应的面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有了实际的预报意见，要真正坐下来商量商量，会上会上，恐怕能拿出一个初步意见来。我们为了让人家，咱们这还说实在不那么太清楚，悬挂的高高的，是吧？我们谁都可以看得见，拿个那个指挥棒，完了都在这角讲哪个时间发的震，咋的，过去对应了啥？而且我们那个小册子上啊，还单列了一个表格。你作为落在文字上的那个东西呢，都很严谨的，人家看呢什么的。你说谁拿了那个本当什么了？要是当回事是查这源头线，他得有。问他，没准他一下都撇了呢。其他的人也恐怕都是这样。反正那代表们开这个会呀、啊，反正那就只能听领导传达精神呗。等到图纸讲完了，因为也放假了，我们还没摘呢。地震了，那个解放军来那个什么给我们这家就援助咱们的时候，清理废墟。哟，你们这墙上不是有地震的吗？完了。那图纸那时候还特大，当时如果要是把咱们这个
群策也好，专业也好，把他大家坐下来真心平气和的好好会会商，要打打招呼是吧？财产损失没法办了，起码人员可以少伤亡一些吧，是吧？这起码能做得到，不这一下死了24万多人，伤了多少？伤了好几十万呀！起码能倒是做到这一点，结果这个招呼都没打。唐山市的市委书记犯了一个过失杀人罪，他在唐山地震要发生的时候，把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玉成调到了武器干校去劳动去。他为什么这么做？在这之前，杨有成的时候，就是在给唐山市一把手都做过一次报告，说唐山地区面临就是7-8级地震的危险。作为一个市委书记来说，为什么在危险临近的时候把指挥员给撤了？为什么这么做？我现在唯一的分析只能是他忠实的贯彻当时中央的一句话，抓革命促生产，谁都不能够影响唐山的煤矿生产。震前的五项指标的突破，特别是7月23号低压突破，都是很硬的指标。这些不是都从数据上给的资料给的，不是凭感想。所以这些资料拿到手之后，都震前拿到的，震前可以讲话，可以用于决策和判定，所以给我一个信心。那么只是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不行。唐山地震后吧，然后其他的像那个唐山地区的有几个县，然后都给我们这打电话，说是那个在会上传达有震情，那我们咋不知道呗？这都是还不是本人打的，而且还都是县领导打的，县领导跟我们这县领导打的，说你们那采取措施嘞，但是我们这咋不知道呢？我们这也参加会了，这我们这咋不知道啊？那问我说啥呀？我说那我都不清楚嘞。河北省地震局，你说原来说是发一个，地震完了以后发一个地震简报，到现在我也没见着。说是就是青龙怎么怎么着，然后在这个唐山地震提前采取措施，县领导怎么重视怎么啥的，然后发动然后群众然后搞预防，然后发这么个简报，赶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简报又收回来，又收回去了。我们去的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挺高兴，认为这地震我们报对了。可是后来一看地震死那么多人呢，大家就有点不太愿意谈这事了。因为你是不能够说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成绩，结果咱们还是没报出来吧，结果造成人那么大困难，所以大家就不谈这个事了。开始时候大家都客观的反映，比如说青龙县的事件呢，都写简报什么东西。后来一发现这个事儿死那么多人，完了肯定要追他责任，完了最后呢就把调子逐步就变了，把那简报该收的收了，就像这次也是很多东西，完了以后呢统一口径，当时我都不在北京，统一口径就说地震不能预报，完了我后到听后来跟中央的汇报，全是地震不能预报，没什么前兆，就和这次讲的差不多。我估计他们就实际上讨论过是用这种对策，要不的话这事就不好办了。因此也警告我说，你不要再提什么青龙县事件了，不要再提你过去在会上的发言了，什么东西就全捂住了，把这整个的京津唐山这个京津组织就解散了，就等于我们就成替罪羊了。
后来刘应勇不是被免去职务了吗？他就意见很大，他认为有些人误导他了，也有些人有意的隐瞒那些情况。他这个临死的时候，他谈了一些话，听说非常非常中肯的话。这事是发生以后过来的这个一些日子，保定地委当时的地委书记告诉我了，说这事啊不要声扬了。这给省委说了，说这个会议是从唐山开的，这个王承斌在哪儿的时候呢，他在那儿是发的真情预告，说这事儿啊唐山砸了断算理。你这儿的时候呢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像是这个了，作为国家当时华主席作为咱们嘛不好向群众交代，这个事儿一直压下。当时是文化革命，有四人帮，有各种各样的干扰，这些东西都在起作用，是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就是非常实际的情况来看，真正干扰地震预测的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干扰，而是人的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是吧？和一种片面的认识，一种强烈的这个社会责任感，一种责任心，和呢就是说要想办法要推脱自己的责任，这些东西起的这个干扰的作用远为大得多。地震局的这个地震工作者片面地总结了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经验，他就归纳了一个呢叫做小震闹大震到，是吧？那么这个群测点的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叫做地震预测，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这个仪器，监测到一些什么样的前兆，怎么做出的这个地震预报，怎么确定的方向，这方面的东西呢就全部都忽视掉了，是吧？结果呢到了唐山地震之前，唐山地震呢就有更多的人用类似的方法记录到非常清楚的前兆，也做出了非常准确的预测，那么就被这个叫做主流的这个就是地震局的这些一些这个学者，是吧？搞这个地震预测的一些人，他们呢就排斥这些东西，就不相信这些东西。然后唐山地震发生了之后，造成24万人死难的惨剧，那么这些地震局的官员和地震局的这些主流的学者，那么他为了就是等于要推脱他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都说强调唐山地震之前没有什么前兆，也没有什么预测。那么当时跟中央领导报告都是这样去报告的，关键问题政府对他默认而且支持他们，现在还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28日03:42我们没这个水平，但是我们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底8月初，我们报不了唐山阜南这个点，我们可以报金陵唐庄地区，我们报不了7.8的这个地震，我们可以报5级以上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大地震要发生，是可以的，这个水平是有的。
问题是唐山地震后在死了几十万人之后还采用上欺中央下骗百姓的办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没有科学家良知的。傅成义教授亲自跟我讲讲他的观点，他说唐山第一，唐山地震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第二，根据当时的情况打一个五到六地震招呼是应该能够办到的，但是他们居然不做这件事。第三，就是办个错事的人至今还在讲假话，说唐山地震不能预测的人为了掩盖真相极力的掩盖他们上报给中央的关于清理县那个预防的那个事实和简报，诋毁这件事，就是混淆视听。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他们可以控制舆论，控制新闻界，控制宣传，制造假象，说谁宣传清了就国无宁日，到这种地步。中国地震局的这个局长是吧，他在2006年7月15号是吧，有一个叫可能叫平原减灾报吧，他发表一篇文章是吧，那么那篇文章里边有一段话就谈到什么呢，就是地震预测是世界重大难题是吧，然后后边说了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解决，几代人，一代人是20年，几代人就是几个20年，几十个20年那是几百年，对吧？如果说你地震国家地震局的这个局长他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然后用这样的一种认识去指导他的工作，去影响整个地震局的系统，那么唐山地震的惨剧它会再次发生，我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偏偏还是发生。
5月12号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八级地震。由于这个地区发震构造非常复杂，震前也没有出现较大范围的和一些典型的异常，所以我们没能对这次的地震预报，这次地震做出预报。汶川地震之后，地震局的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他是说地震前没有这个叫做明显的典型的地震前兆。你别这么说呀，你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掌握呀。你这么一说，说实在的，第一，你等于把自己给否定了，对吧？中国地震局过去大概花了二十几亿。就所有的这些什么监测仪器啊等等这些东西搞现代化，全面失败。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我觉得现在政府是剥夺了老百姓的知情权。所以现在人大这个法律，我最根本的要还老百姓的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当地震发生了之后，地震预测者，对吧？把他在震前发给很多的人，发给了政府的预测的意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公布出来，这个权利绝对不能剥夺。整个的这些事情，就是说要改变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环节，就是说，新闻媒介在这些科学技术的这些问题上，你不要给他就是等于确定一些禁区。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做的工作向社会公布，因为这违法。但是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一次唐山地震，二次汶川地震，再有第三次是哪儿的地震，一个一个地震都在我们眼前看到过去了，不是说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我们又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就救不了一个人。说这个事情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当然，地震预报是一个探索中的一个难题，是，也可以说地震预报确实没有过关。但是没有过关等于说大地震就没有任何信息，就没有就是不可能预测。现在关于地震不能预测，
不是在于知识线不够，是因为管理层面上水平太低，管理层面上水平上不去，这些好的科学家、好的知识、好的技术仍然发挥不了作用。他要保护自己的学术地位，才能够保护住自己的这个叫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吧？就是说，不是他不能够认识，他拒绝去认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说和自然灾害同时并存的。如果你为了使你的社会能够更好的发展的话，那就应该注重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我如果能够事先有防备，我有准备，那么呢，我救灾我也可以救得比现在要更好。如果把预测的目标变成七级以上大地震，这样很有意义的。权的问题和真理的问题的较量，必须要就把真理、把真实东西放在最前头。人的问题是主要的，管理问题是主要的。就地震局里边不相信地震能够预报的人，应该通通的全部都回家去。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不搞地震预测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很困难，而且是如果是不准确的时候会造成经济很大的损失，因此呢他就不搞这个预测，他就在抗震上想办法。这发达国家现在就走的这个路，而不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呢，抗震这个路走不了，因为这个花钱太多。那只有就是他要发展经济，又害怕就是社会产生一些动荡，因此就也不搞这个预测。虽然公众理解地震和地震预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应当是对地震前的观测到预测，从预测到预报，从预报到预防，这样一种思路是正确的。如果说只搞对地震活动记录的那种观测，不搞预测，不搞地震的预测、前兆的观测和预测，震后去忙活，那是日子很好过的，但人命要遭殃。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要钱还是要命？如果是要钱，要钱就是说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钱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要命，那就不用搞预测，灾害预测，灾害预测来了以后，完了以后我就救就完了，这是一条路，这是我们现在国家正在走的路。但我觉得这个路太残忍了。我主张就是要命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要钱，就是说把人的生命摆在最高的位置上，而经济发展是服从于生命的安全。如果生命都不能保证的时候，你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现在汶川地震实际上是在重演唐山地震当时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次汶川地震的出现给当年华国锋处理唐山地震的问题不彻底有关。说今天我认为我们的温总理同样犯了华总理当年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意味着后面的地震还继续会夺取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